안녕하세요선동开后了。今天的话，我想要找你们怎么做拉面，韩国的拉面。韩国人真的很爱吃拉面，韩国人知道很多秘密的技巧，他们做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秘密。嘿，我哪个看过很多他们的秘密里面，我觉得最合理的东西，我给你们几个技巧这样子。今天第一个是这个农心的安生汤面，还有一个是金拉面，这个是川大马的熊猫超市买的熊猫超市。现在熊猫超市那边有韩国籍，所以里面有很多韩国的东西可以买得到了，你们也去看一下它的 APP。还有你们要知道的事情的话，这个粉的部分，韩国人觉得我要有一点，我吃的有一点咸一点的，能吃得消的分量，所以不一定全部要加油，因为这个是最韩国人喜欢吃咸的人的标准，对，全部这个放进去的。还有呢，大部分的拉面是他们会写水的量是550ml，大概这样子，不要超过这个的量。拉面汤的越多，味道越淡。其实韩国人做吃泡面的话，泡面跟泡菜配置而已啊。还有我多一点插进去一下的话，鸡蛋，还有洋葱、青葱这样子。但是啊，我还是要多增长，我又很有钱，对吧？海鲜这些东西都没有。但是一般来说，拉面都很简单的一种菜呀。现在开始煮哟。所以一种方式的话呢，做550ml的水全部进去。还有一种我喜欢的方式的话呢，大概一半的水量就好了。全部的水跟一般的水哪里不一样的呢？里面已经水很多量对嘛，所以面里面味道不会吸进去，但是小的量水的里面，面一直炖的时候呢，很容易它的味道吸进去面里面，还有后面多增加水，这样的话面有味道，还有汤的味道这样子。但是这样的话可能汤有味道，但是面里面没有味道，所以这样子的。啊、这个干的，他们的建议的方式是这个蔬菜的话，切蔬菜进去里面，水滚之后进去这个跟面这样子说。但是我的话，师傅也一起进去里面，先冷的时候一起进去，这样的水会更快滚。蔬菜也一样，比如说我喜欢甜味的话，洋葱先进去里面这样子，一开始都进去里面。但是我不喜欢甜度，大概洋葱的味道跟口感做好了，最后进去里面。这样子，所以一边的我先进去，一边的后面进去啊。滚面的时候，这样子进去里面。所以你看，现在开始滚这里对吗？很多很快，因为这个是保持快滚快冷掉了锅子，这个特色是这样子的。气球破一半，这样子，师傅进去里面。这样进去之后，他们说大概每个公司都一样，4到5分钟。4到5分钟原因是什么？你要 QQ 一点，面的口感 QQ 一点，10分钟。过了，还有你要有点软一点的5分钟的意思哦。大概1-2分钟过之后，要多种东西这样子的，拿下来之后，等一下温度下来之后再一直进去里面。对，台湾的你一样煮面的时候冷水进去对吗？冷水进去里面的原因是温度丢下来之后，外面跟里面一样的熟度会熟对吗？这个现在做功能是哪个？拿起来之后会冷掉，对，晒冷的意思。冷掉一下这样子，咋这样之后，已经面大概已经88%了，还有我后面增加水哟，这样子，还有这边滚的时候，平民盘都要洋葱进去，青葱进去，还有这边的鸡蛋放进去一个 point 哦，比如说这边进去里面，还有这边的剥好了的，还有这样的方式的话呢，进去就不要化哟，化的时候，汤底跟鸡蛋混在一起，拉面的味道不会出来，所以等一下这样子。还有这边海鲜你要进去的话，现在要进去哦。这个是，哦哟，这张的拉面哦，韩国会换变成很贵。对哦。面有够味，这样子，这个面里面有拉面的味道，它本身的汤底的味道。
不一样，这边的面里面比较味道没有了，汤底的味道，很明显差。哦、泡菜，一定会被泡菜。韩国泡菜真的不会没有了，每个家都有。拉面没有，我了解你们家里面拉面没有，泡菜没有啊？真的泡菜没有吗？韩国的这样子意思的，哎，怎么可能？好，第二个的菜端呢，今天要用这个起司口味的。刚刚我们吃过的金拉面、辛拉面、安生汤面这些东西端呢，已经和很小的些已经有，但这张端最近出来的，最近几年出来的新的口味啊，还有这个豆包鸡、油包鸡他们的，对，辣炒元糕，所以这个两种一起煮一下，怎么味道？拉面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550ml 的水。还有我们增加它对吗？它的水是看到50，所以增加50。这样子，它需要的水量是这样子啊。进去煮火，一个蔬菜，一个是一般的拉面的食谱，还有起司。他们很贴心的，他们说什么你知道吗？韩文，你要起司，起司你要你不喜欢起司或者还好起司的，你要这样子啊，进去里面分量。还有我喜欢起司，你要在这里扎这里，还有我非常喜欢你扎这样子进去，我都我要剪不进去。哎呦，进去这个进去里面，还有元糕需要熟的时间呢，所以我现在先进去里面。자开始滚的时候，面进去里面，还有它的粉，它的元糕的粉，但元糕的这些东西你喜欢。口味比较重一点的话全部进去，但是我的话大概八分放就好了。还有这个起司的话呢，最要进去最后，因为它的香气很容易不见，所以最后香气就比较香一点的。拉高动作做一下，比较面 Q 一点。面大概一半熟的之后，水再次进去一下后面的水，大概十分钟滚之后呢，里面的元糕跟面都会熟了。最后起司粉要进去，但是我潘大妈的订的时候我多订这个了，这个要两片要进去里面一下。现在年轻人也有兴趣，所以才开始做。对啊，我40岁还好。你要说我还年轻，我对，我还年轻，起司很喜欢，所以放两片的，两片的，还有起司粉，这样子我们做开始可以吃哦。哦，起司的味道，真的起司的味道。哦，哦，元糕加进去说。哦，增加它的辣度耶，这个谁喜欢吃辣的，这个推荐可以吃哦。还有起司粉有，但是起司有一些盖住它的辣度了，所以还蛮的甜辣的感觉会出来。还有起司的香气还蛮不错，元糕吃一下，我觉得都好吃耶，起司味道还不错。啊，这个先放下，我第三个就是我要来吃，还蛮好吃。那最后的拉面的话呢，我想要用这个地瓜面，马铃薯，对，马铃薯。这个因为韩国的大部分的泡面的话呢，面粉做出来的，它的话呢里面有面粉也有，但是它们里面有马铃薯淀粉跟面粉一起做出来的，面的口感不一样，所以它的卖的就是这边看看。马铃薯面、地瓜面、马铃薯、不好意思，我的地瓜面，最后的一个面的煮的方式的话呢，这个是不是拉面料理，变成一道菜了。对，一道菜。第一个动作的话呢，你要打开火，落进去里面炒一下。煮五花肉的话，薄片也可以，厚片也可以，都可以。你们喜欢的厚度就省着做好了。对面，
所以这个炒的时候两边这样子也是要出来哦，罗德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也是要出来哦，这样子，培根一样，这样子出来之后，把肉拉起来一下，拉起来的这边里面有油对吗？油的里面洋葱进去里面炒一下，洋葱炒的之后，洋葱的香气跟甜度要出来哦，出来的之后水进去里面，这个多芽菜也进去里面哦。还有它都要三到四分钟，可能马铃薯的话是很容易熟，所以它们的煮的时间比较短一点哦。一样，这个蔬菜干的蔬菜跟粉，所以这个也现在要进去哦。还有水滚的时候，师傅进去里面，开始滚的时候，面料进去里面。자大概3분정도굽죠青葱进去里面一下，大概20秒到30秒굽一下就好了。还有这个的面的话呢，这个下面的肉有没有你吃之前汤底里面补进去一下，这样子所以它吸进去它的汤底啦。这个口感的叠的面的话呢 QQ 的感觉，一边软一边 Q 的感觉，确确软软就是的味道，还有它已经吸了的汤底，拉面的汤底味道很过了，鱼米须茶，今天的这些的食材加上这个饮料，潘达玛特红毛茶树哪边今天节目找到的，所以你们要上我的 APP 看一下哪边现在有很多不同的韩国商品可以买得到的，还有一些的小菜类的节目都有，所以韩国菜喜欢的人都要去哪边看一下。尊龙师傅的粉丝还有跟大骂的熊猫超市专属优惠码，首次订购跟大骂的熊猫超市只要输入优惠码尊龙吉祥五折优惠，最高限折300块，五折，哇，还不错耶，所以也不能去富途潘达那边 APP 看一下韩国的商品，还有你们喜欢知道多一些的韩国的商品怎么做的话呢，下面留言一下，很多人留言的时候我再一次掌握你们，还有不用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孙龙开声，还有打开小铃铛按一下，好，谢谢，感谢，拜拜。